5月14日晚间，网曝大 S 已诞下二胎男孩，婆婆张兰在朋友圈发布喜讯，两年前家里来了个小天使，今又添一公子，组成一个好字，从此好运连连哟。大 S 经纪人称，金晨大 S 忽感不适，就医后决定直接生产。王小飞与大 S 夫妇已育有一岁多爱女王希月，2015年10月她又怀上第二胎。今年初由台湾媒体爆料得知，大 S 此番怀的是男孩。由于汪小菲是家中独子，虽然大 S 曾经表示婆婆没催她生儿子，但她难免有压力。如今成功得子，全家人都很开心。与此同时，妹妹小 S 也祝福表示母子均安，谢谢大家关心，感谢医师。小菲在身旁细心照顾我姐，很感谢她。大 S 经纪人表示，今天中午大 S 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到医院经医师评估状况后决定直接生产，非常感谢医师与护理人员的专业，小飞也全程陪伴。除此之外，大 S 方面还特意感谢大家的关心和祝福，也希望大家给大 S 一些休息的时间，请先让辛苦的妈妈好好休息，等大 S 的身体舒服一些，再让她亲自跟大家分享这份喜讯。